这是什么？米奇啊，都是米奇。可爱造型箱包，还有迪士尼授权卡通纸偶箱包。基隆市税务局举办的廉政透明、基隆有爱、岁岁平安发票兑换箱包活动，吸引许多市民朋友捐发票兑换。我们也是希望挑民众喜欢的东西，对。那这个在外面应该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看到有这个迪士尼系列，因为我有上虾皮去看了一下，可能其中一两样泡泡龙是有，可是这迪士尼好像也还没看到。对，那民众那么喜爱，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如果单价可以压低的话，我们数量就可以增加。这场捐发票换箱包活动，民众踊跃参加，所募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慈善团体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